只要等卡六级的话，太简单了。皮皮卡的没闪现，刘总想卖吗？刘总这卖的有点深啊，深刘总要交闪吧？先不交闪，治疗拉卡距离。一级的卡可以一闪平人，没交闪现。这不应该啊啊！我睡前看微博笑的我。我真的有点少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感觉是前面打的还行，或者说抗压还可以，就一波 A 对吧？可是没闪，小火开大过来 ，Q闪没 Q 闪到，没 Q 闪到，但是一闪到了，小火一闪杀掉了还行，也挺危险，毕竟队长还在。其实可以 Q 下去闪过来试一下啊。PPR 这位闪麦 ，PPR 被卖死了吗 ？PPR 复活，技能全没交出来啊。他这个没有开复活呀，阿 K 一闪也没有交闪，但是。还在操作，那个我 light 还在操作，皇上 PK， 皇上 PK， 一换一，小炮来了，刘星都什么的技能都没有，大招 PK 要炸死，应该炸死了，刚刚炸死，200，刚刚炸死。第二件是个大反，直接动小龙，我们这边赶过来有机会打。下一个小娜啊，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接的。小娜顶过去吗？阿肯赶不过来，这个小龙可能要放了。行了呀，先打团吧。闪击，抢到了。闪击还在，为什么闪击不跑啊？这个位置有点送啊。阿肯要不要一闪？阿肯要不行了，下一个变大，下一个有闪现可以操作吗 ？A 波要被留住了。阿肯这个闪现爆炸了呀！我问你这个位置。爆炸了呀！鸡哥怎么就上去了？鸡哥。上去之后还可以下来，大好！哎呀，杀这个是卡萨，现在有闪现的，他这个有打有闪，打的用过了，小闪现 W。连推两座塔，经济。微博想爆吧，下一个踢过来了，下一个小奈儿，小奈儿这个位置被看到了，哇，小奈儿这个没大呀，死了，小奈儿没大，小奈儿要死了，倒了，小奈儿倒了，不能再死了，再死的话大龙要掉了，我你这个位置要跑。A 波没有闪现 ，A 波要死了，我操 ，Light 把 A 波杀了，大龙有了。小奶油这一波，可不确定对面的中上野在哪的情况下，去野区确实不太应该。对他这个野区，我觉得去野区想吃上路线。嗯，他往那边走，应该在那。哎，但下一个这个位置没闪现，下一个怎么？这个位置没闪现也被弄死了啊！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想让九洞过去抢这个大龙吗？嗯、也可以，九洞用了惩戒，九洞惩戒还没好啊！九洞惩戒马上好了，多久哇！他没好，他应该是第二个惩戒，所以快好的很快，是差一点点。哇，赖这装备很好啊！哎、又一刀 A 波又死了 ，A 波又在出蓝盾啊！中亚、啊、不是中亚对不对 ？A 波又在出中亚，这个 AP 这个是正常吗？我看上次 BO3 也是这样出。之前。阿 K 采访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训练赛也这样说对吧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对，那主持人问那个阿 K 对于这个 A 爆的这个吹 AP 的是什么感觉？他说习惯了。对，我听说训练赛也是这样说。他训练赛也是这样。对，训练赛也是这样说。对，就露露配小炮什么都可以。阿 K 这个位置，阿 K， 哇，一闪开大小火，小火要被灭掉，而且赖子也被大到了，赖子居然用激光秒解，阿 K 要死了。那他是满血顶上去了。下一个好弱，下一个大三个，哇。一条收割要五杀了，好像五杀了吗？哎，在五杀了，顶上去，山鸡这边，鸡哥还在跑吗？鸡哥啊，真的应该死了，要我操，五杀，漂亮，来一次啊，状态回来了的。上一个 BO3 就不是你啊，那个不像赖子，那三个不说是，反正上还要银雪剑搭星云。哎，赖子过来想 A 一下，闪开，哇，直接爆死了大招，卡萨空大了，卡萨大过去的时候已经死了，他连助攻都没有。嗯，讲出来能顶出来不？来了，这个位置 A 不，但是有点远啊，而且右边的双 C 有点远，下一个一个人可以卡三个人位置啊。闪击要不要把那个下一个抱走？阿 K 能下来吗？下不来了，阿 K 下去冲下去，我抢到了复活，大帝赶紧溜，鸡哥这里大帝跟下一个，哇，闪电跑了，哇，闪电的大招，哇，找 PP 卡的这个复活，哇，闪电的大招抵消了卡萨的大招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小奶油这个位置要被逮住了，好像死了呀，小奶油走不了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小奶油今天，小奶油人呢？不知道那个赖子的精华还差一点点，如果知道的话，直接一枪撞他的话，一条招闪啊！
哦，大的位位，哎呦，这个位置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就是老干了，要被秒吗？被秒了，哎，过去 Q 闪，有中亚的呀，这个中亚还可以啊。Light 这个位置有闪，闪先拉开 ，Light 要又开始中亚拖时间 ，Able 也倒了，拖了很久的时间啊。山鸡要跑了呀，山鸡杀不死这个 Light 还在输出，打不动啊。右边卡萨也倒了，卡萨也倒 ，Light 还在输出 ，Light 跑得很快。他一技能还有五秒 CD， 还在追，还在追啊！被减速一下，这减速很关键。没双招，没双招。OK， 守一下塔，一闪，哇、哦、哇！小奶油的反应，卡萨这个位置被看到了。OMG， 怎么说？小五用大 PP 杆没闪现 ，PP 杆要死了吧？又是 PP 杆，怎么老是都是每次都是你啊 ？PP 杆能拉开吗？阿克这边想开 ，Light， 但是有复活甲，有哇，杀不死啊！记了。爆炸！怎么老是你呀 ？PP 嘎的站位，这个问题已经好久了呀！又是啊，四杀，没有五杀了。嗯，这么看，丽娜塔真的选的不好，因为左边是很好拉扯。对啊，而且威鲁斯加丽娜塔打的都是那种以前我记得都是打硬符，对吧？我记得威鲁斯丽娜塔都是选出来打那种泰坦日女的。是不是那样他 Q 技能打完他们的技能？对，因为就是你开我反打你，对吧？但是左边不需要开，左边就是啫喱拉扯，一直在拉扯。对，啫喱、狐狸、位那儿全都是位移、其实这把早就该赢的。这把 BP 我如果我上场的话，我前两手直接把撸下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惜了。